期前发你的讯息收到了吗？我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回家，离开陌生的城市，离开喧扰，你的温度，你的拥抱，我想回家。我试着慢慢地改变我自己，好让你有后世的安全感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努力变得更好，去爱你所有的爱，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。想要在你的